汤家骅议员。主席，民建联嘅党主席谭耀宗议员咧，曾经喺呢个议会度咧，系指责曾荫权特首咧系倒行逆施。咁当日佢讲嘅就系生果金，但大家都知道咧，曾特首嘅管治喺七年之内倒行逆施嘅行为，其实系不胜枚举嘅。但系其中最表表者咧，系必然咧系要数到呢个窃听条例。由佢堅決唔肯立法，到受到終審庭嘅斥責，然後要求立法會喺三個月內通過法例，而嗰條法例係堅決唔肯保障香港人嘅基本私隱嘅權益咧，係就係將呢個倒行逆施嘅呢個態度咧係表現無遺。主席，基本法第三十條講得好清楚，香港居民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需要，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第三十五條更加明確講明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的諮詢。咁點解特區政府從來冇為到香港人立法保障我哋嘅通訊嘅秘密受到保護呢？主席，喺英國唔係好耐以前，這個世界新聞咧喺2007年嘅時候咧，佢就係有一位嘅編輯同埋一位調查員咧，分別因為竊聽咧係被判監6個月。同埋呢個4個月，而喺今年而喺舊年嘅7月咧，世界新聞更加因為竊聽一啲名人，包括呢個皇室人員，而受到呢個刑事嘅檢控，結果咧係整間報館咧係要倒閉。咁點解外國政府對於市民嗰個秘密通訊係咁著緊？我哋香港又唔係咧，係咪我哋香港冇呢啲事情發生咧？主席，我哋千祈唔好即係氹自己，話我哋係冇受到呢個竊聽所侵擾我哋嘅私隱權。我相信任何民主派嘅議員都好啦，喺選舉期間，我諗佢哋都可以作舉證咧，就係佢哋嘅電話通訊咧。是受到極度的滋擾，我自己本人辦公室亦都有試過邀請一些傳媒的專家和這個截取通訊的專家來我寫字樓調查，是證實我寫字樓是亦都是有這個竊聽的裝置。主席，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這個基本的權利呢是應該受到法律保障，無論是說有實證證明是受到滋擾或者是沒有，我又不相信外國的娛樂名人他們的新聞價值比香港的娛樂名人的新聞價值是為低。如果外國很輕易有報館去侵犯這些私隱的話，我不相信香港是沒有發生的。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立法去保障我們的私隱呢？主席，在2006年的時候，法改會其實是出了一個報告，他們是要求呢是香港特區政府呢是立法去保障這個截取通訊的活動，其中是提出兩項的建議。主席，一項呢就是說任何人以侵入者身份進入或逗留在私人處所，意圖觀察、偷聽或取得個人資料呢是應屬犯罪。第二呢就是說如私人住所內的人會被認為是有合理私隱期望，則任何人不論在該私人住所之內或之外放置、使用、檢收或拆除能夠加強感應、傳送信息或記錄信息的器材，意圖取得關於在私人住所內的那些人的個人資料，應屬犯罪。主席，在這個法改會的建議裏面，他
他就说，当然若果是要侦察这个罪行的话呢，是应该受到法律的许可，所以是应该有一个机关呢是赋予权力呢去进行合法的窃听。但是法改会的建议呢是从一个全面的禁止窃听呢是出发，即是说呢个大前提是应该保障所有人的私隐，而其中那个豁免呢只是说若果你可以证明到你是合法去侦察这个犯罪行为的话呢，你才可以呢是受到法律的豁免。但是我们的窃听条例刚刚相反的，主席，我们是授权警方去窃听我们的通讯，而里面制衡那个监察制度呢是好像刚才你不可以说呢是千疮百孔。若果我们特区政府是当年六年前我讲的是跟随也接受法改会的建议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官方这个侦察罪行的窃听呢也都有相当大的阻吓作用。因为根据他们的建议，任何人只要不是在一个合适的授权的情况之下进行窃听呢都是属于犯罪，当然是会包括这个违规窃听的警务人员或者是执法人员，当然亦都是包括从事政治窃听的人员，甚至乎主席私家侦探，或者是要截取这个名人或者娱乐界人士的私人通讯的人士。主席，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全面的法例，我们只是真真正正可以落实到基本法所要求我们所需要受到保护的权益，不是说要立条法例是奖励或者是这个怂恿这个官方呢是进行窃听，而那个审查和监察制度呢是如此不堪的。主席，这个就是我觉得特首倒行逆施的一个最明显最不可接受的一个例子。